好，我是一直在吃的周子淇。是中秋节小长假，然后我又跑来上海玩了，很久没有给大家拍 vlog 了。这一次会过来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，因为我朋友临时割了一下我，所以我待会的晚餐要自己吃。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餐厅，因为如果自己吃的话，你吃太好吃的，其实对我来说觉得没有太大意义。好吃的东西就要跟朋友一起分享，如果自己一个人吃的话，还是希望那个环境更加有一种私密感，所以我就挑了一家就看起来光线还比较暗，然后比较复古的一家餐厅，待会去看看怎么样。我现在自己特别像憨豆。吃还是有点太寂寞了，等我的朋友来吧。过来加餐。噔噔，他刚好去给别人当老师，教人家跳舞，给我教教这舞。就是为什么不懂？就是三十度的天要一定要穿成这个样子，跟你搭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没事，都挺好的。好像很热的样子。你也知道，我是没有办法，你是有办法。怎么跳？妈呀，烦死了！是谁这么有先见之明啊？是你，走吧。快看看点什么，点了再拍。海鲜饭，还有呢？还有这个，我想吃那个。这两天本来想说去吃点路边小摊啊，就连带一直都在吃西餐。那我确实是在学校里天天吃小摊。对，主要是为了让你出来改善一下伙食。上海就是在它中等价位的地方，就很多西餐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上海就不光是西餐嘛，还有包括咖啡甜品。对，虽然我来上海很多次了，但是这条街我应该第一次来，而且以前我都是自己喜欢一个人在这走。这次如果有朋友一起来的话，有人帮你拍照，然后一起吃好吃的东西。我还蛮喜欢一个人的，如果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的话，我也会觉得开心，跟大家可以一起吃东西，然后一起分享好玩的事情，可以一起拍照。但是不要说太多，说太多就是被我吃完了。这谁说的减肥？我们不是还要点一个奶油椰汁冻吗？这是菠萝油，是吗？对，我的最爱。